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睇一节天气，我系蔡子纯。一道冷锋喺今朝咧就横过咗广东沿岸，咁预计香港今日咧就主要受到同佢相关嘅一啲东北季候风影响，天气咧会比较干爽。不過香港今朝嘅天氣咧就唔係好涼啫喎，咁睇翻去到今朝七點鐘嘅時候，各區嘅氣温都有21、22度左右。咁喺大範圍嘅衛星影像我哋就可以見到冷風過咗之後咧，喺香港附近嘅雲層整體都係比較鬆散噶。咁今朝由中環望出維港兩岸咧，都見到雲層正係轉薄緊啊，預計香港今日日間陽光都會幾好噶。預計香港今日嘅天氣將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日間乾燥，最高氣温都會上升到25度，會吹住和緩至到清勁嘅北風，而離岸會係間中吹強風。咁展望咧喺東北季候風影響之下咧，聽日咧嚟緊一兩日都會係天氣稍涼，而受到一股海洋氣流影響咧，去到接近週末沿岸會有霧。一節天氣講到依度，下次再見。